今天充满着喜乐，因为还有机会可以聆听神的话语啊。然后呢，一整天一起床都是身体健康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求主耶稣祝福我们，当我们听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可以得到力量，可以得到造就。奉耶稣的名，哈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天，可以享受我们的人生，享受我们的祝福。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阅读在这个彼得前书呢第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显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经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耶稣拣选的，这真的是一个恩典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，不是属魔鬼的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你看，当这个神允许以色列人要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呢，神也允许藉着耶稣十字架涂去我们所有的罪，赐下饶恕和公义，圣洁和圣灵充满，医治和健康，亚伯拉罕的祝福和亨通，以及复活、永生和天国。这些得到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也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，或者我们很富有，或者我们很有智慧，或者我们很聪明，不是，完全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。神说要凭信心领受，我们也许会感到困惑，说我怎么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呢？我没有资格。我们常会顾虑到资格，但神说虽然你们没有资格，但我要白白的赐给你们，只要领受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，当我们透过十字架领受神所赐的五种福音时，命运就开始不一样了。亚当遭受了三大的遭殃，人类因犯罪落入了永远的死亡，生活中充满着仅次之离和咒诅，身体会因病而死，灵魂也走向死亡。但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得以脱离这三大的遭殃，白白得着神的恩典，在生活中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灵魂兴盛一样，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。因此我们有了更新的 自我形象，我们怎能白白的得到这些祝福呢？这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。所以说，牧师啊，真的耶稣这么爱我吗？是的，他非常非常的疼你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我在监狱里面呢讲传福音，然后呢有一个黑人呢，他是非洲的人，他被关了在监牢里面，因为他是卖毒品的。然后我就按手为他祷告，他说，牧师谢谢你，我就是因为进到监狱里面我才学习读圣经。当我还没有进监狱的时候，我完全不读圣经。我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我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。当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我领悟到了耶稣是这么疼我，这么爱我。哇，我听了他的见证，我都很感动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被拣选，他被拣选呢，是在监狱里面啊，受苦了七年，这么久，七年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得到神的祝福，全都是他的恩典，他对我们的爱。神啊，演变成人，我们叫他是耶稣基督，十字架的功劳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。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时，要以相信和顺服来享受神的祝福。然而基督徒是已经蒙神祝福的人，却有许多人无法享受这些祝福。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时，期待能进入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又有300万人死在旷野。300万人不是少数目，全部都死在旷野，没有资格进到神祝福的这个牛奶与蜜地。他们虽然领受了神祝福的允许，却无法享受。所以今天
我想告诉你，来吧，我们享受神的祝福，爱神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要传福音啊，然后呢告诉别人耶稣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他是我们的好牧者，他永远不丢弃我们，永远祝福我们。那今天如果你受到很大的挫折，你受到很大的压力啊，你的最亲爱的人得罪了你啊，可能你的儿女对你不孝顺啊，媳妇女婿对你不好，你不要伤心，或者你的父母亲错怪了你，你也不要伤心，或者你上司在公司里面给你很大的压力，你不要伤心，记得你是蒙祝福的儿女，你是所拣选的，你是他的子女。他是谁？他是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的神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我们啊，先扬了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所以不要放弃，记得我们的阿爸父是全世界的主宰，所以不要害怕啊！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，主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谢谢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主，谢谢你主耶稣，你这么疼我们，这么爱我们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原谅我们，让我们更坚强，更亲近你，更爱你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完全都仰望交托在你手里，求你祝福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保护他们。谢谢你主，我们把我们的国家都交托在你手里，奉耶稣的名我们献上感恩。我在这清晨前。